谢谢大家，感谢咱演员吼来唱歌完毕吼，还要跟咱的国宾吼会主动请安问候，然后诶表示爸爸妈妈教了好吼，非常的有礼貌安尼吼。诶，咱的爸爸妈妈吼出来交代啊吼，出来就是爱有礼貌，诶，看到吼不管几岁，就是拢爱叫姐姐，袂使叫阿姨，有没有这样子交代？我无安尼交代哦，安尼较早我妈妈拢爱甲我交代，诶，不管你几岁，拢叫姐姐就好啊。诶，安尼较袂大细心啦。诶，对，来，咱的演员嘛真有礼貌啦吼，来，诶，跟咱的国宾请安问候，祝福咱的国宾咱趁钱趁到破破破哦吼。一旦无烦又无落，手骨里三宝，食好拢总会当做平客哦哈。来，咱的圆圆吼，再安排两首歌听哦。今麦吼，咱的国宾吼，来看一下咱的圆圆吼，婀娜多姿的体格，然后青春的肉体哦哈。来，安排什么歌曲？灯头章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，《灯头章》。来，谢谢，感谢来与咱的圆圆妹妹来给咱安排一首咱的非常好听的歌曲，《灯头章》。是缘分，要走的时阵袂留恋。伊的心袂当给别人，上底是老是送，伊美丽的头发。我已经看破爱情无梦，脚步嘛犹原真沉重。心亲像一只只落花，爱已经开落冬，才会当将伊放。